真行。哎，卸妆泡沫是不是可以直接卸啊？啊？应该还是不如吧，你还是拿这个擦。这个怎么这么干呀？这边卸吗？是不行。怎么开啊？是的。门是不是按错地方了呀？有可能。好了好了，大哥大哥，你要多一点，卸得干净。帅吗？挺帅的。帅什么呀？我镜头里，我大家挺帅。那肯定啊，那必然的呀。你听啊，真帅。完了，脱发了。就掉一根儿，你掉头发？这样就都能掉一根，我都不知道我洗头的时候会掉多少头发。今天妆化的不是很浓。我有段时间掉的好严重，睡得特别晚吗？对，你要调整作息。哎，我我感觉像你在唱歌一样。吓我了吗？那不是吗？最近的阳光觉得爽吗？嗯，觉得爽吗？花个根子啊？花个根子怎么？花个根子，花个根子啊？花子花个根子什么玩意儿啊？花了干子。这孩子有问题。什么意思啊？花的干净。哦。我以为他花了干呢。你笑得那么怪异。哪有嘛？那我们来听歌，看舞台吧。我要听这个。不是百变酒精，不是百变香精，是你俩的。希望我要出门就注意点小心。不是百变酒精，不是百变香精。帅哥，希望我要出门就注意点小心。我先去洗漱，走吧。你们俩回去洗漱，我们待会儿来吧。好，快点来。洗脸的转转，百变小精都有百变小精。我这边又是一个道，我眉毛长了两个道，我眉毛也有道，我右眉毛长道了，这是我的第一颗道。还给他，哎呀，转转转，不是百变小精，不是百变小精。我是一个接近过敏的帅哥，自恋。自恋。我的酒品不好恰，但是我爸爱喝。你爸爱喝？我爸爱喝。这个歌好洗脑。哎，你会写词吗？会。写词。写词还没写过，就改过。什么？你给我可以给我看一下你哪个视频是改过你自己改的词？哪个是？就你改过什么词吗？我记得我写的那个，那个，对吧？小青龙那个是吧？啊，差一吗？差一吗？你写过？我写过，写的不赖。你们唱什么歌呀？我可以改，
改变世界，改变自己，改变落寞，改变小气。我一直努力努力，永不放弃，才可以改变世界。我们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好了。啊哒哒哒哒。该睡觉睡觉。不懂我们。你罗宇知道。其他三另外三组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，但是我们这个已知的是我们这个现在是肯定是不能上台的，对，已知是现在这样，现在是这个，他们是未知，他们是个问号，就有的可能编得很好，就可以直接学会了就可以直接上台的那种，这样压力就很大，主要是知道另外三组可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情况，那我心里还会稍微放一点心，但我印象中狼与美女后面是很高的啊，对啊，他们说应该也比较头疼。那个主要是最后那个是那什么？对，因为耀文他是个男低音，然后是不是因为是他也是吗？我不知道朱建生唱歌情况是怎么样的。南哥和那个郑源那组，还有那个负重一万斤什么的，这两组都是很 OK 的哈。我觉得现在问题最大的两组就是我们组和那个。我们组哪儿问题大了？我们现在完全是这个好吗？是完全上不了台的。为啥呀？你不要那么那个，严浩生，你要往好的方向上。你连课都没有上，你就这个样子吗？全部都是这样了，你课上的怎么上？它是一个东西，一个编舞，我觉得它是有上限的。那你的上限都在哪儿？自己的感觉，然后就预测到我上台的时候，然后觉得还是得有点自信。目睹狂欢也不简单啊，目睹狂欢。但两个马哥和真源来唱那首歌，你要是把真源换成我，那可能会担心一下子，对吧？我目睹狂欢那首歌，你要考虑一个，第一个，它副歌用的是真假声切换；第二个，他是唱跳，女人也不知道他舞变得咋样。他如果舞变得特别，副歌变得特别强烈，他们也不好唱，是吧？那一样的道理，哎，怕啥？怕啥？负重一万斤找。想了想，似乎负重一万斤长大。哎，负重一万斤长大。要是我们小宋啊，你看他那张天真无邪的脸。很好啊。所以说现在总结下来，问题是了是不是咱们组？哎呀，不是。你知道，我们这次是四种风格，对啊，对吧？一个末路狂花是那种偏，啊，末路狂花它想表现出来不好表现。不，我觉得末路狂花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想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个性的东西。就是我可以完全的相信你，但是我无法完全相信我自己，这本身这句话，但是他这一句歌词又给我很深的印象，因为他是就超级有个性的，正常人都是不会那么轻易的相信别人，是完全会相信自己的，这句歌词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，就是这首歌超级有个性，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个性的东西。然后呢，狼与美女就是点就是炸就是炸，对吧？那首歌负重一万斤的，他们想要的应该是一个讲故事，对，故事叙述的负重一万斤长大，找到了一万斤，一万斤长大，已经负重六斤了。对，肚子越来越大，一颗心坚持忍住自
哇，有背景啊，还有，我看了这些评论，好忙，好忙，真的，就是，让我看看。真的很扎心啊！最孤独的人最亲切，最难过的人笑得最惨。哦、是电影里面的台词。其实做我的猫就是表达一种，我想用师兄的话，就对你对你冲，类似像这样。那不就对了吗？你看宠爱多好。那你说这个有什么理由？你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但关键是咱们现在没有那个点呢。你说上了课之后，你和老师探讨探讨，然后你自己再想一想，说不定他就出不来点了嘛，是吧？你说，你像师兄的宠爱，多火，那你这首歌说不定也能打动别人，是吧？现在喜欢猫的人这么多，我觉得。说不定啊！不想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！明天还要早点起床。睡觉吧，睡觉吧，洗漱睡了，洗漱。对，对自己有点信心 ，OK。也挺帅的。张哥也是啊。哎，这眼神，这么久不见又变帅了。是啊，刚两秒钟感觉，感觉皮肤变得晶莹透亮。我也是啊，马哥。因为卸完妆之后。变得更帅了，那种清爽感。那为了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，我们先睡觉吧。那必须要早睡了。现在应该才11点，我们先睡吧。OK。好，晚安，马哥。晚安，小哥。晚安，马哥。晚安。刚刚我们没有人关灯，那我来关。没事儿，我有声控的。哦。3、2、1。关灯。哦，是不是跳闸了呀？是，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成功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你成功的，太棒了 ，magic。哦，现在好高级啊！哦、这让我感觉我声音生活在霍格沃兹里呢。啊，太酷了！晚安，晚安。你怎么去了？这杯子真的哦，没事，别洗了，好奇怪，你给我有知道睡觉了。